很多 T 恤衣领后面都会有一个小圈挂绳，大家又知不知道它的真实用途呢？近日就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讨论这个小圈圈挂绳的用途，有不少网民发挥幽默小宇宙，例如说是给你练习穿线用的，亦都有人提出一些挺实用的方法，说晾衫的时候被衣架穿过，遇到风那阵件衫就不会吹跌，但原来它的真实用途都不是这些。有了解真实用途的内行人就为大家揭晓，原来衣领后面的圈圈挂绳是专为视障人士而设，给他们可以凭着这个圈去分辨件衫的正反面。网民知道之后都觉得这个用途很暖心。